《论语》八佾第三。孔子为贵时，八佾无一定是可敬也，孰不可敬也？三家者以雍铁，诸佛常为辟公天子木木，何处于三家之中？诸佛仁之不仁，如礼何？仁之不仁，如乐何？临风问礼之本，诸佛大哉问礼以其下也。灵鉴，诵以其一呀，灵切。诸佛以德之有君，不如诸侯之王也。贵兮如以泰山，诸为人有我，礼不灵求矣。对我不灵，诸佛何惑？今为泰山不如临风何？诸佛观诸无所经，必也邪乎？以阳以生，下以阴，其清也观诸。诸侯问法，卡巧参合，弥补关系，所以为玄系，何为也？诸佛为书何说？佛礼有何？诸佛其义者相也。孰可以言师义矣？诸佛下礼可能言之，其不足定也；言礼可能言之，诵不足定也。文献不足过也，足就可能定之矣。诸佛得诸其观之妄者，我不欲观之矣。学问得之说，诸佛不低也。得之说者之以天下也，其如是诸诸佛及其者，者如哉？者行如行哉？诸佛果不依者，如不者。王孙家文物，以其密以恶，灵密以造，何为也？诸佛不仁，亦罪于天，无所度也。诸佛就甘于二代，若欲可文哉？我将就。诸入太庙，每数文，亦曰：孰为九人之主地利何？入太庙每数文，诸文之外，是礼也。诸佛下不足回，为力不动可过之道也。诸恐欲其故属之喜扬，诸佛殊也，你爱其扬，我爱其礼。诸佛殊君尽礼，人以为惭也。定公问君孰行，行孰君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孰行以礼，行孰君以忠。诸佛观虽独而不淫，哀而不相。哀公问下以哉我，哉我对曰：下何事以雄？淫人以别，骄人以烈，曰孰民正烈？诸文之曰：行书不率，随书不敢，其往不咎。诸佛观中及其孝哉？亦曰：观中俭何？曰：观兮有三归，观书不立，言得俭。然则观中地利何？曰：当君求食本，观兮亦属食本，当君为良君之福。有还点关系，亦有还点关系，以地利孰不地利？诸以罗太叔格，曰：格以可敌也，孰作协如也，穷之损如也，骄如也，益如也，以行。以弘人清德，曰：君子之计于书也，我必想不得见也。
穷家见机出乱，以三柱何患以松火，天下之无道也救矣，天将以辅助为博道，诸为交尽密矣，有尽身也为母尽密矣，密尽身也，诸万吉祥不宽，为乐不敬，临松不哀，我何以观其哉？以上上托论语八一篇上托完毕。时在庚子年五月21日，上托者林安国。